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杰宇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旁观》第553节。小鸭才不理会这两个大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呢，拿了一块绿豆糕递给了一个年纪看样子很小的女孩。那个女孩犹豫了很久，在小鸭的鼓励下狼吞虎咽地吃着糕饼，看样子已经饿了很久。同情心泛滥的小鸭就把桌子上的点心一股脑地拿给了那些女奴，示意他们都吃光。星月等了一阵子，见拍卖场的主人好像没有把生意继续下去的意思，也没有人过来寻仇，觉得无趣，就吩咐老赵回家。眼看着天色不早了，夫君也该从大明寺回来了，他不记得付账，老赵呢自然也就忘记了。夫人今天买了很多的东西，那些人应该会上门来要账，到时候问问敢胡说八道的家伙到底是谁，家里的这笔支出就要落到他们的头上。自从听说拍卖会上发生的事儿以后啊，郑爽就笑得非常开心。海商们现在结成团伙和自己对抗，郑家在扬州虽然官面上有人，但是对这些亡命之徒却是无可奈何。多年以来，这些家伙在扬州市面上得寸进尺，逐渐垄断了海货的买卖，自家想要一点海货都要找邱宁商量，这样的官商关系一点都不正常。云家就不同了，人家是武侯，家里多的是这种悍不畏死的猛士，最重要的是岭南水师就在这里有一营驻兵，只要是走海路的商船，谁不是看云家脸色做人呢？现在有不懂事的糊涂蛋居然敢得罪星月，那是自己找死，堂堂的朝廷命妇，品级恐怕比别家大人差不了多少。在长安铡刀铡人家大腿的事情早就是武侯家女人的典范了，不知道的人可不多呀。自己看热闹就好，挑拨离间就算了，一旦被云烨发现，自己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海徒岭南水师还有一些，当初在笑苍生帮着云烨从胡商那里购买了一些啊，当然呢，那些胡商啊也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上。这几年岭南之地已经经过李安兰大肆的整治之后，逐渐的整理出许多云烨需要的东西，尤其是书院的金竹先生在岭南停留了两年，逐渐把岭南的发展历史整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尤其是金竹先生对岭南海运历史的整理啊，更是让云烨欣喜若狂啊。秦灭六国后开始着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啊，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屠睢因为滥杀无辜，引起越人的顽固反抗而被杀，秦始皇重新任命任敖为主将，并和赵佗一起率领大军南征啊，经过4年的努力完成平定岭南的大业。秦在岭南设3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3郡，并以南海郡为中心逐步发展起繁荣的岭南经济圈。秦末北方征战不休，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越国，是当时少有的和平地区。刘邦代秦之后啊，汉高祖为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南越国议和，两国得以发展经贸。刘邦死后，吕后摄政与南越国发生冲突，双方在岭南发生激战，战局僵持。当时岭南地区主要出产丝绸类纺织品，赵佗为了寻找重要的军需物资铁资源，开始谋求海上路线通往西方国家开展贸易，最远曾经到达过雅典。金竹先生在一些寨子里发现了明显不是大唐风格的风格器皿，这些都是祭品，西帕提亚通过图画认出来这些东西该属于雅典城邦。
丛林里的南越王宫断壁残垣上明显的有雅典人制造的石柱，经过水师将领结合海南的海图，最后确定大船从广州起航，经大岛环王国、门独国、古达国、龙牙门、罗越国、势力佛氏、科灵国、固罗国、哥古罗国、姓邓国、婆禄国、狮子国、南天竺、婆罗门国、新渡河、提罗卢河国、乌拉国、大石国、莫罗国、三兰国，最后呢到达野人国，就是说已经能够到达黑非洲了，这真是太让人吃惊了。当金竹先生的研究摆在云烨面前的时候，他怎么都不能相信岭南人岩壁上画的图案居然能证明他们在文字都没有出现的时代里就能驾着独木舟进行远洋横渡。众所周知，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是因为大食人截断了路上的道路，无奈之下呀，才能试着走海路。如今终于有了一条极为清楚的路线，在信风和海流的帮助下，坐上大船就可以到达遥远的非洲。云烨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愿望，有时候甚至高过了对大唐的改造。可是，一大家子人生生地拖住了他的脚步。当他知道自己的三艘大船已经造好的消息，怎么也不能压制下自己那颗躁动的心。哪怕去不了那么远，去周边看看也是不错的选择呀。所以才有了这次云家全家的大行动。墙上的海图是如此的简单，没有经线，也没有纬线，只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图案。有椰子说明有水，有一根木棍呢，就说明那里有土人，有一些杂乱的线条就表示那里有稳流。就是依靠这些简单之极的线条，老祖先就在海洋里乱闯，这让云烨对他们钦佩万分。院子里吵吵闹闹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不用说，是星月带着他的购物大军回来了。他们回来之前呢，有很多的商家送来了数不清的货物，这些都是他们今日的采购成果。只是有一点不明白，西帕蒂亚不是自己的妻妾，干嘛买的东西都需要自己来付账啊？云烨把挂在墙上的海图收起来，等待大明寺把他们的海图送来之后做个比较，顺便也做个补充，这些东西需要送到雍州找水师里的专门人才来做。大哥大哥，嫂嫂今天买回来11个黄毛的丫鬟，你送给我一个好不好啊？小丫一回来就拽着哥哥撒娇，他很喜欢那个小小的胡姬，路上问嫂子要了，结果被骂了一顿，说那些胡姬是人不是猫狗，可以随便发给你一个去玩，都不给，留在家里干活。小丫见嫂子那里行不通，就跑到哥哥这里撞木钟来了。你嫂子为什么不给你啊？这些事情都是你嫂子在管，听话啊，出去玩，哥哥有事情做。云烨没心思和小丫胡扯，这些天在扬州收集海图才是正事。小丫见哥哥在忙，还想着再纠缠一下，发现星月从外面走了进来，只好灰溜溜的赶紧走开。要是被嫂子看见自己又纠缠哥哥，自己的利钱呢又会少好多。夫君呐，那日暮你也管管呐，一个个的把心都练成石头了，看见拍卖场卖人，女人都脱得光溜溜的，居然也无动于衷，您说是不是被西帕蒂亚给教坏了？星月一边欣赏丫鬟拿过来的绸缎，一边对丈夫抱怨。确实过分，那些事情在西方很普遍，都是野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这里是大唐，最起码的礼仪还是要讲的，要不然一个个都跟禽兽一样，大唐也就毁了。你既然看到了，以你的菩萨心肠，一定把那些女人都买下来了吧？刚才小丫还缠着我要一个玩玩呢，说是喜欢人家金子一样的头发。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唐砖》。
云叶干脆坐了下来，星月既然想谈话，那就好好的说说话也好。那可不行啊，夫君呐，不是舍不得给小丫，是害怕这孩子没个轻重的。这是人，不是玩物。他那个大咧咧的性子您也知道，万一把人弄死了，您说妾身处罚不处罚他？你说的也太过分了。小丫从小啊就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憨憨死了他难过了大半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养过宠物。我送他的狸猫他都不喜欢，既然他喜欢就翻一个过去伺候他就是了，给他说清楚不要虐待人家就是了。是啊大老爷，怎么说都是您有理，等官家把这些女人调教好了，我就给姑奶奶送过去一个。对了夫君，妾身今天有点不讲理，把人家买好的女奴给抢过来了。星月很不好意思的向云叶告罪。没关系，你这是积德行善呢，抢了也就抢了，抢几个女奴应该没人有意见吧。哎，以前做这种事的时候你总是洋洋得意，怎么今天告起罪来了？难道说下手狠了？老夫老妻的这些小把戏瞒不过云叶。没死人，让老赵把人往回领的时候跳出来好些个人，要不是咱家侍卫厉害，眼看着就要吃亏了。董平他们就是拿手弩把人家都给射瘸了。星月偷偷的看着云叶的脸色，小心的说，哦，没死人就好，既然是你失礼在先，明日要老赵拿我的帖子去人家告一声罪，这事儿啊也就该了结了。明日还有好些海商要过来拜访，你给老赵安排一下才好啊。云叶见饭食被端了上来，就停止了谈话。今日忙碌一天，腹中确实有些饥饿。饭吃了一半，老赵说有人上门负荆请罪来了，还抬着一大群双腿受伤的人，就是那群被护卫射伤的人。外面黑的也没看清楚到底是过来请罪的还是来示威讨公道的。云叶笑了，因为他居然看见星月撅嘴，这样小女儿的神态很久没有过了。他拿手指拨动了一下她的嘴唇，转身出去立在门厅下，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两排护卫扶着横刀站在院子里，仆役们在院子里挂满灯笼就退了下去。大门刚刚打开，就听见外面有人报名入内。千福好东家秋宁特来上府请罪，且小侯爷发落。一个雄壮的虬髯汉子精赤着上身，大踏步的从外面走了进来，走到院子中间单膝跪地，再次请求惩罚。小民属下无知，冲撞了夫人，还请侯爷降罪。云叶绕着这家伙走了一圈，有意思，肌肉盘结的后背上背着一根满是倒刺的金条，后面被抬进来的七八个汉子的双腿都裸露出来，都已经肿了，看样子大夫已经处理过了，又被人把药给洗掉了，这样表示歉意的法子还真是奇特。东营校尉秋虎叩见大帅。听见这个声音，云叶才看见旁边还站着一个人，自己的属下秋虎，以前是对帅，高丽洞庭两仗打下来击功校尉，这家伙算是不错的一个兵，打起仗来不要命，斩获也多，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有一个当海商的亲戚。秋虎，哦，难得你还记得你家大帅，我还以为你升了官之后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呢，怎么来为你亲戚讨公道？云叶两句话呀说的是字字诛心。秋虎脸上的汗水汇集在下巴上，喃喃的不知说什么好，只能不断的叩头。王八蛋，就这点胆子啊，还以为跟着我这胆子能练得大一些呢，要是上门问罪老子还高看你一分，岭南水师可不产磕头虫啊。大帅恕罪，都是卑职的错，小弟秋宁没见过大场面，肆意胡为，请大帅看在卑职杀敌还算勤勉的份上，饶他不死。地上趴着的秋宁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手下不就是和人家打了一架吗？还打输了，怎么听大哥的意思自己就要死了呢？天底下没有比负荆请罪更荒唐的事了。廉颇背着荆条去向蔺相如道歉。这本来就是一场政治秀，一个愿意原谅，一个愿意道歉，这是政治妥协后才能出现的情况。你丘宁有什么资格道歉呢？丘虎不过是自己麾下的一员战将，或许连战将都谈不上。只要看看东隅、任雄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他在岭南水师啊，什么都不算，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熬出头的小兵而已。这样的人能在扬州这样的地方横行霸道？我以前说过，秋虎，水师的将士要知道收敛，知道进退。你弟弟的手下明知道对面是一个身份非常高贵的人，为了一点所谓的面子就敢动手，脑子被使糊涂了？还是你觉得天底下的人都必须给你面子呀？秋虎，你运气不好，本帅这次来岭南虽然是出来玩的，娘娘却命我好好纠察一下军纪，既然出了事儿，就不要想着能得到谅解。你的功劳是拿命来拼的，职衔也是，所以我不动，教训不可少。来人，痛责秋虎50军棍，关禁闭5天，以儆效尤。当云烨的判决下来，秋虎这才长吁了一口气。军中规矩，肉则不处置，处置不肉则。大帅的处置下来了，就说明自己只要挨了揍，关了禁闭就没事了。如果大帅真的和颜悦色地对待自己，那才是灾难呢。秋虎赶紧拜谢，感谢大帅手下留情。之后呢，被云烨的两个护卫拖到一边，褪去裤子，一五一十地打起板子。这两个护卫在军中都是专门掌刑的，军棍这东西啊，一直随身带着，好些天没用了，这时候打的是非常起劲儿。秋虎嘴里塞着一根木棍，硬是把50军棍给挺了下来，浑身颤抖着回来继续听令。我在扬州还要停留20天啊，禁闭关完了就去搜集海图，越多越好。云烨派发完差事就回到后堂去了。至于丘宁，不是军中的人，懒得处置。东隅张着嘴巴，一巴掌拍在秋虎的屁股上，疼得秋虎惨叫出来，大声说：哎呀，东隅大哥呀，小弟刚刚受完刑，您就算是喜欢南风，好歹也等小弟屁股长好才行啊。任雄凑了过来说：狗日的，也就是侯爷对自家兄弟仁厚，要是遇到李绩、侯君集，你他娘的早就被送去田坟了，还有精神和东隅打去？赶紧回去坐牢，侯爷安排的差事要抓紧办。今天为了海图的事儿，侯爷差点一把火把大明寺给烧了，把你的白痴弟弟领走，光着膀子看着就恶心，以后不要再耍大爷了，他耍不起。秋虎带着弟弟出了宅子，从担架上扒了下去一个黑衣汉子，自己趴在上面被人抬着走。秋宁惴惴不安地问道：大哥，这就是大帅，我看着也忒年轻了。秋虎缓了口气说：年轻，手底下足足有10几万条人命啊。小宁，这回的娄子大哥扛了，以后不要再嚣张了，咱家世代海上，虽然家里有几个钱儿，但是底子不干净，还要靠大帅庇护才能在扬州上有几分颜面，要知足啊。你现在就去寻找海图，不管你是买还是抢都行，海图弄得越多越好，大帅把差事交代下来，咱们呢要完成的漂漂亮亮的。您刚才还要我老实做人，这样大张旗鼓的弄海图合不合适啊？你懂个屁，以前是你自己胡闹，现在是为大军做事，两者截然不同。放心，出了事儿，大帅会兜着，这才是你抖威风的时候，赶紧去让他们两个送我回营就好了。秋宁把背上的金条扔远，带着一大群的爪牙很快的就分头向海上居住的地方走去了。
各位听众朋友们，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